Super Junior 队长利特下月带伤从军，银赫猴急想篡位。这个大鸡鸡男孩真的是 Super Junior 李特啊，他日前在主持的节目 Star King 上秀才艺也秀腹肌，哇，怎么送这么大礼啊？可能是他10月30号就要入伍，只好先卖弄肉体稳固粉丝的心。是说他2007年出过严重车祸，让腰椎椎间盘突出旧疾更加恶化，但他拒绝当替代役，坚持以现役兵入伍，将服21个月的兵役。但身为队长的他还没踏入军营，就已经有团员在节目上放话要抢队长大位。그러면그리더는누가맡게됩니까리더는공석으로좀비워놓고리더는이택이죠제가해볼게요제가해볼게요저도이렇게이런얘기하면굳이한명을뽑자라면누가좋겠냐라고얘기를들었을때은영아네가해라고얘기해利特表面上赞成银赫接位，但李特씨멤버들중에한명만동반입대하라면어이큰일을저는은혁이랑결혼생각있나요어떻게싫어요 됐고不仅队长位置不保，也得交出手上节目。前不久才刚刚结束《我们结婚了》，跟老婆江素拉含泪说再见。强心脏 Star King 明星王两节目将会录到下月中旬，然后高唱从军了。嘿，这项利特正在准备当兵，那其他 Super Junior 成员在干嘛嘞？圭贤、银赫、立旭前阵子放大假，啾啾同游希腊，好不惬意。而有通告的世元只能乖乖留在韩国工作啦。苹果娱乐新闻，世元酷酷报道。